不得了！今天就玩这个游戏，超耐玩。来吧，我们先讲，等一下，这什么？所以它有更新哎，哇，声好大！哎，对，我忘记我上次讲到哪边了。它是怎么玩具的？这样子。我们先玩再来讲好了。我说卡，那好像可以自动呗。啊，所以那里挂着就对了。哦，干我，自动返回村庄哎，那就去弄。哦，血举兔。那你可以让它自动返回村庄。它其实给你挂机啦，啊，如果可以挂机的话，我就不讲了。先讲一些，先讲别的，先讲别的。我先跟你分享装备，我们刚有得到装备嘛？吼，阿头是什么？来啊，我们装备更好啦。我以前有讲过施救的样子，哎，好像没有，我忘记了。你们看武器好了，那你可以直接让欧美，欧美要花多少钱？带有血吗？他没血啊，我欧美要花19000哎，啊，那很耐玩呢。然后还有造型哦，你看，超帅耶！这个手游，对啊，下集再跟你讲好了。以前我在看这个，对对对。然后你实战一下就好。对，像我刚才打到 CH2 吧，你就慢慢弄，我们再弄一关。哎，像一定要过关才可以存档哎。是聊天室吗？啊，对，这是新增聊天室的观众，用心的手游。今天崛起搞到这边，一关等像还好吧？会很久吗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可以挂机。聊天 ，give me。结合挂机啊，结合挂机啊！哎，它有图鉴的，真的假的？哇！可是你要躲得到它才可以。